个凉哦，它好像有螃蟹了。咦，哇 ，Oh my， 哇，怎么说？哇哇，怎么说？哇，闭馆闭馆，哇。等一下，等一下，你不用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哈哈哈哈哈。没关系，那个没关系。A little bit， 一点点。一点点。最近我在学中文。我。你算中国人吗？你是韩国人吗？我韩国人。감사합니다。감사합니다。감사합니다。哈哈哈哈哈。Bye.那个人啊，他后面呢有一个笼子的，他现在呢正在找他的那个浮标在哪里。嗯，浮标就是上面你看到的那个浮在上面那个。像我们就得去找我们的浮标。我们有六个浮标，每一个浮标上面呢都要写自己的名字，还有自己家里的住址。哦吼。对，然后我们的船上面呢还要有啊、应该叫做 license， 应该执照。就是行船的执照，那每年都要申请，就算只是一个汽船而已都要申请。但是像他们这种独木舟这种就不需要了。但是每一个进来这里住在这里的人呢，他都要有一个Discover Pass， 就一个通行证，就是因为这是国家公园，你必须要有一个。我知道。对，我有。对，所以如果说你是住在这里，你就不需要。租这个营地住在这里、不管你一天晚上两天晚上三天晚上 You mean camping here？ 对，你在这露营的话、你就不需要买、对，那我不知道你是不是买了。我还没买了。他有我的，我以前我有了，但已经过去了。哦，已经过期了。那凉哦，它好像有螃蟹了。咦，哇 ，Oh my， 哇，怎么说？哇哇，怎么说？哇，闭馆闭馆，哇，两块。哇，큰거이거자이거，哇，이거진짜크다，这大的，不要。要五六三五七五寸。应该差不多吧，差不多了，应该差不多、你放鱼啊、哇，好香啊，好香啊。我们放鸡肉，很大很大，好厉害哦，厉害厉害。好 Hello, so you got a friend. Come on, come on. Did you just catch that dog out here too? 对啊，借来 Chinese broccoli、或者什么 A 菜、啊、这个蓝色的，我白色的，白色的，绿色的，绿色的。你问到我了，你问到我了。没关系、还有一个是皮蛋豆腐啊。皮蛋豆腐，那个臭豆腐。啊？臭豆腐是另外一个呀。另外一个嘛。我豆腐个。臭豆腐是一块一块豆腐下去炸的， yeah, 但它有特别的味道嘛。然后远远的闻着，你觉得臭臭，吃起来香香的嘛。我不能吃臭豆腐。你不能吃臭豆腐，好吃、啊。我没尝过。你没尝过？你没吃过？我没吃过。你的意思是你很久没吃，还是你没从没吃过？我从没吃过。啊，那你应该试一试。试一试。不过那个还这个你像很臭，很。我以为这个颜色。不是，吓死人！你叫我吃那个，我也不会敢吃，好吗？okay. 没有，不是。我不知道你吃哪里。因为我都忘记了。我不知道，因为我听说的，我也不清楚了啊。就是说，我知道，就是有人在YouTube 上面放的他们在中国大陆吃的臭豆腐。颜色跟我小时候吃的臭豆腐完全颜色不一样，所以我也不知道。所以我只能说的是我自己吃的家乡的味道，就是臭豆腐是像一个 cube 一样，像一个 cube 一样的 cube， 你知道哈？像一个正方体一样这样子，你把那个这个什么呀？好像是一只
好像是一只小飞蝇啊，一只小，就是刚才看的好像是一只苍蝇之类的、啊。加了多小节？哇！我说很大。玩大手可以拿得进去无限的。한 사람당 5개니까 10개 10마리 잡으면 되겠다 그 사람이니까 와 헌빵아 헌빵 这个呢是他们自己设计的两根棍子两根棍子是他们自己设计的就是可以把笼子呢就左边一个右边一个然后因为我们有六个笼子所以就可以这样子就很方便然后那根棍子呢就是他们拉上来的时候呢就我先生坐在这上面这样子拉就很方便这都他们自己设计的那个座位很聪明，很聪明。对啊，座位也是儿子自己设计的，然后他自己去裁剪要多大，然后看多大可以放进去里面，然后里面呢就放他们的一些啊出去的一些那个啊证照啊，因为 Ranger 还是会在海上会拦住你的，会查你的证件。对，所以所有东西都得放得好好的，然后出去的时候，有时候有些小东西他们自己设计的，像那个黑色绳子啊，那个黑色绳子绑着那个引擎，绑着那个马达的那个，也是他自己设计说，原来是没有一个都没有了，这个没有、啊，没有这个板子，这其实它是一个木板，然后呢，孩子呢就自己花一个时间去试就是爸爸说他要怎么样怎么样然后儿子就想怎么样做怎么样做很聪明很聪明爸爸就告诉他想怎么样做很结实很结实你看啊后面这个是这个是他的证件我们的证件你看他上面写的号码就是说他抓了多少只这个对他自己在做记录然后那个橘色那个这个对就是量螃蟹有多大所以你可以量量你自己抓的是公的还是母的量你先看看你是抓的公的还是母的Let me see. 你得翻过来你是抓差不多的可以的可以吧对但是它是公的还是母的公的母的话呢就稍微远一点它那个是尖尖的好像太小了可以너무작아요너무작아요나줘요你跟他说我们可以给他我们说出来一些只有他有五个可以你有五个嘛对不对对你可以拿五个你现在多少个我们也yeah, 就是一个一个一个 and there's a small one there okay it's right off the dock right here it's right off the dock하이아웃이야여기저녁초대받았어요던진에스크랩어제많이잡았다고그우리진들 Thank you very much. You're welcome. We have today will be our last will be the last day. We're gonna leave tomorrow, and we'll cook the tang. And if you want.If you're hungry, you can have all yesterday's. Okay, and it doesn't matter. Yeah, today I still need to. We need to cook and then wash it. So if you're really hungry right now, I only can share from yesterday's. 그러니까오늘잡은거는같이씻으면서그렇게해서먹고예어제해놓은것도있고어디여기여기여기캠프그라운드Oh, just over there. My camp just over there. Very good. If you don't mind, you can join us. Thank you. Thank you very much. Really. 나는谢谢感谢중국사람이에요 You're born here? No, I'm not. I came from Taiwan. Taiwan. Sorry. No problem. But my husband from Hong Kong. My son is made in USA. Okay. 들었어요 미역이많이들었네 아새끼네그리고레드랑이네다아요건던지네스다네다놔줘요어요걸로도잡히네나이거있는데요거열어야지요거를여기를열어네이렇게
错。他천천히예여섯마리인데다새끼들이야놔줘야돼요어그살살놔줘요밑에서이거지금한마리여기서주신거예요아주신거야이거가큰거는아우리는여기서땡큐땡큐해요몇 발의 배를 탔지만 여기 올라온 건 처음이에요. 올라와서 처음 온 거라고.